黃室堡呢度，身邊有黃室堡同埋 VOBS Thank you， 多謝大家，我哋其實加斯泰樂團，我係 Ulis 嘅 Johnny。
改咗個名咧，就叫做卡式帶樂堂啊，嚇，其實劇社。咁點解改呢個名咧？你知咧，佢應該唔係聽劇社咧呢個年代嘅，即係佢一定唔係。我都係純粹嗰只。其實一我哋聽歌就我哋都好中意，真係實體啦，即係有個實物喺度揸住啦，咁可以記下啲歌詞咁啦。咁二嚟劇聲帶就我哋諗過，其實啊好多人都可能問我哋嘅，喂黑膠 CD 都係喎，咁點解呢條劇聲咧？咁劇聲因為你可以正反兩面，同埋你可以咁隨街聽都得，你又唔使驚條線咁啊，即係嗰件事好自由。咁就我哋就喜歡佢呢個意思咯，即係音樂上可以點都得，好自由咁玩。嗯，好自由地順應嘅，都可以好隨心咁玩。啱啦，嗱喺樂隊嘅或者係即係組合咧當中，因為兩個人以上咧佢係組成噶嘛。咁其實咧真係頭先你話順應平呢樣嘢，做組合啊樂隊都幾辛苦下嘅。今日咧就有一啲樂壇嘅班霸組合，班霸樂隊咧就嚟支持你。咁我哋。叫他們上來聊聊天啊，看看怎麼堅持了，好嗎？我們有請的就是 Rubberband 的位置，還有 Color 的 Sammy 阿星和羅賓，很多謝他們，就是今天所有的嘉賓都好，之前因為我們一說的時候他們就說OK 來就是這樣，那或者跟他們的淵源又是源自哪裡呢？淵源是即係雖然佢哋一六年組成啦，但我細細個聽曉唱過，所以就識咗佢哋好耐。我細細個聽佢好 friend 噶。Sammy 咧 ？Sammy 咧？我細細個睇 Johnny 出 show 噶。我都係啊。佢以前有對 band 叫 Side B 嘅。我好啊，佢 Sammy 聽得好。嗰時我學緊吉他，係學緊吉他。我聽嗰時係 Cosa， 係嘛 ？Cosa，Cosa， 佢有首名。開電腦做 demo， 即係咁多十幾年都係咁嘅，即係一個咁熱愛音樂嘅人，其實好少見同埋咁堅持嘅，所以我哋自己其實好多歌都揾佢填詞嘅，好多年前開始到依家，依個我哋新歌都係 Johnny 填嘅，咁其實佢一個好愛音樂嘅人，好全能嘅音樂，所以我諗大家真係要聽下佢哋啲歌，真係好好聽。啊，好有文化氣息嚟。在我心目中的 Johnny 是一個 很有毅力的人的，由他跑步由他做音樂已經知道，所以同埋我們其實第一隻碟已經有他的詞在裡面，所以他出到聲變得很差。耶、yeah， 阿星他給我感覺是文武相全，詞有得曲有得，又靚女最重要的。咁耀又唱，耀都是一個唱家班嚟，我們再上來就跟我們玩遊戲，因為一聲就有些人會可能有你們問的。 Thank you， 堅持啊，真的要好，你們掌聲他們先。跟著下來也有另外一位朋友要上來給你們祝福你，對了，就是阿爹吳康。 Hey， 你應該是最多東西可以爆到阿莊吳的，沒什麼大好日子不說過。但你真的找我上來說話。我去了咪。如果我們真的聊天，是聊三天三夜聊天。所以不要緊，因為三天三夜當中有兩天兩夜零十幾個鐘頭都是我的，現在只是省卻了那些，只是說他的不如。喂，說回唱 demo 不是第一個的，那些好啊，不過下次先說吧。不過 真的 很開心，剛才只我一個識了十幾十年的
兄弟，即係要好長時間嘅啲朋友，都知道佢哋係好有毅力。即係如果你話我今日喺呢一度係因為佢哋嘅朋友，因為 Jody 嘅兄弟，唔係。如果我係一個樂迷，我都會聽到，因為係值得。始終唔係每一個人都會咁堅持去，我堅持有實體，我堅持做我音樂，我堅持點。我自己就冇咁堅持，但我所以我見到我都覺得哇勁，同埋一定會得到認同，一定會。有人會去跌低去欣賞你哋音樂，你哋可以放心，絕對放心。同埋 Johnny 其實好醒嘅 ，Johnny 經歷過 Closer 嘅洗禮之後，佢係唔會再搞樂隊，因為四個人分錢係搞唔掂嘅，佢加夾揾兩個，即係揾多一個好啦。係啊，最多計埋公司醒目，係啊，吸收到一個即係係啊，即係我心諗你仲搞樂隊啊嘛你。你唔痛改前非都應該有所學習啦，但係佢原來真係揾一個，咁所以無論喺各樣嘅條件裏面咧，都已經係得成功兩個字啊，等緊大家，所以預祝你哋會成功，預祝你哋大賣。多謝你 ，thank you。好，繼續仲有 friend 上嚟喎，咁啊，就有 Ryan 許華欣，有 Suki 鍾舒淇同埋車車。呢、這個真係要傾下，究竟咧喺你哋心目中嘅啊 Jody 啦，同埋咧 Yolus 咧，咁佢哋你一個點樣嘅？有冇啲嘢真係講下俾我聽？啲相處嘅時候啲爆啲料嚟聽下先。Jody 咧，我十年前開始識 Jody 嘅，嗰時我啱啱翻嚟香港做音樂啦，唔係佢教你中文㗎嘛？Actually 有啲歌詞我識睇咧，佢都有幫手 ，and then 即係。因為我啲中文好差，唔係正音，咁啊都係靠佢哋幫我手係啲歌詞寫正音先至得嘅。哦，好勁啊！好啦，向佢學下英文。新學習啦，好 Suki 咧，工作嚟大萬事，恭喜曬，恭喜曬啊！真係唔容易啊，我明白啊。我諗我對佢哋啲歌係無下嗰啲熟悉啊。係啊，因為我男朋友有幫佢哋彈吉他啦，好緊要，所以我係yeah 兩個仔啦，冇拋開啦，係冇拋開啦，咁咧，yeah， 所以我對佢哋嘅歌係非常之熟悉，而且很好聽嘅，係啊，咁如果你得閒，我可以代你唱嘅，唔係，點解你嚟兩個？其實我都好想同 Suki 咧一齊去合唱下，係啊，佢又未唱得好好啦咁樣，即係咁我覺得我可能係幫佢攞啲高音嚟做，尤其是喺高音或者點樣，我覺得其實個火花應該好多，我都喺度好想下次一齊咯。啲以前期待姐姐咧，我就其實係喺電台嘅時間識 Johnny 嘅，咁但係我都見證住佢係對音樂呢個熱誠咯，真係之前佢有教。首先是掌聲先啦，係啦，尤其是最重要買碟咯，係唔該，係啊，記住買碟啦。好多謝你哋 ，thank you。好，跟住落嚟，頭先我講話咧，學校有我哋嘅班霸嘅樂隊喺度啦。跟住呢位朋友，我真係用神級嚟到咧邀請佢嘅，就係我哋泰迪林先生。Kenny 老師，老師，我都可以講 Johnny 呢種年輕人咧，係嘅，我好少見到咁，即係頭先你講曬咧，其實咁有毅力，即係對音樂咁嘅獨鍾精靈，係啦。咁我好希望 Johnny 能夠連今次嗰隻碟係可以誒，俾到大家中意聽嘅音樂。係，好。咁啊，點解我可以堅持到你嘅呢個心咧？點解我哋堅持咧？即係你都好堅持噶嘛，成日都好中意音樂，除咗而家拍嘢之外啦。我而家都冇
玩得音樂㗎，好中玩嘅音樂，啱啱以前有寫歌㗎，有寫歌㗎，係。不過我最主要就係我覺得係好難得咯。但而家喺當今嚟講，當今而家呢個流行曲嘅年代，係好似係冇太多太多負面嘅感覺，更加希望能夠大家多啲支持年青一代。喺我嚟講，我已經講啦，佢哋好似講到佢好似好有年資好高咁，咁我講我就講啲細路仔嚟嘅啫喎，係嘛？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屬於未所以年輕人，我希望你哋大家能夠繼續堅持，繼續努力，做好啲音樂，好唔好？好好好，咁啊記得想抱翻張你哋一齊嘅合照相可以嗎？所以一路都好想再合作嘅，其實咁今次舊年啦，我哋再傾埋嘅時候，就終於都再有咁嘅機會，咁所以亦都好快嘅。其實我哋都啱啱一年啫嘛，咁亦都出咗幾首歌，同埋出咗碟咁樣咯。咁希望上一次都出到兩隻碟啦，今次起碼出二十隻碟啦，係嘛？哇！好話嘅，你話嘅，我哋記住咗，有記錄，啱啱郭富城嗰啲係嘛？廿年後就會全港市民找數。好，我幫你 keep 住先。好，謝謝。好細心睇住個老闆。係咪好好啊？我話俾你聽，平時啲老闆咧，梗係有啲同事咧拎曬啲 trophy 啊、啲禮物上嚟，但係老闆自己咧，即係攞個禮物出嚟。頭先咧，你哋坐啲凳咧，係老闆自己搬出嚟睇到嘅呢啲嘢，所以呢個老闆真係好好啊！好啦，咁啊，頭先就講啊，呢個七碟裏邊咧，除咗同呢首歌之外咧，都有。最近一首嘅派台作品啦，咁呢首派台作品咧喺各個電台嘅流行榜咧上咗榜啦，亦都就係我黃東嘅專業推介。咁啊喺呢首邊要表演俾我哋聽嘅，好啦，好將個時間交俾咧就係 Kase， 有佢哋嘅掩飾體。呢首歌咧，我就會用一個我其實已經用咗好耐嘅方法，但係原來喺電子音樂裏面都仲係啱使一樣工具。咁咧呢首歌我哋好開心，其實就近排嘅成績都 OK， 即係好似未經歷過咁樣，所以我好興奮。係啦，感謝。這首歌叫做《掩飾體》，大家應該會在不同的地方去聽到，今天就講這個 live 的 version 給大家聽。
所送出嚟嘅。
麥小姐。無線耳筒耶！好好聲啊！你講。哇！好好聲啊！因為啲飛手勁。啱啊！啱聽你哋嘅歌曲啊，係電子音樂啊。好，咁有冇朋友咧就寫住 Dear Year 嘅咧 ？Dear Year， 咁就佢哋 Dear Year 送出嚟嘅無線耳機。哇！Thank you.